视频是华人配方非美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梦想秀》，我是雅丽，欢迎大家。今晚梦想的舞台又会有什么样的追梦人？而我们将聆听什么样的梦想故事呢？一起来期待。有请今晚第一位追梦人上场。首先登上梦想舞台的是一位外形酷似韩国明星全相佑的大男孩，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一只手的高超技巧。Go。相当专业，非常精彩，这叫真功夫。谢谢波老师。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就是这个节目可以更好。对，今天只是表演的一部分。国伦老师觉得怎么样？叹为观止，力与美兼具，非常漂亮，非常好看。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演出机会。为什么？我想尽快的帮妈妈开一家粥屋或者是快餐那种小店，因为他现在工作量很大。妈妈是做什么的？她是做后厨。你是希望我们来帮助你实现这个梦想？我现在已经在努力，但是我想尽快。那你告诉我，我们如何可以剥夺你做儿子的权利呢？你身强力壮，而且身怀绝技。你是在国家剧团还是在私人剧团？在省团，以前应该算国家的，现在改。现在因为对，进剧团多长时间了？
15年。你现在一年剧团能够有多少收入？3万左右。你有这一身本事，这个节目够你吃一辈子的。他非常真诚的羞涩，他是可爱的，我觉得大家会喜欢他的。徐总，请讲。波波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在剧团里典型的剧团出来的人，是，就业务练得非常好，但是你的交际能力实在是太差了。那我想问一下，我想两者兼得，你妈妈那个梦想需要多少钱？我现在手里已经有一点钱，但是还需多少？你告诉我。3万左右。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年薪15万，我签你，而且我提前支付你3万块钱，让你去把家庭的事情全部处理好。谢谢徐伟老师。15万，你有想到吗？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想到吗？首先，你受国家多年培养和教育，要记住，剧团没有了，公司化了，这是大势所趋，体制问题。现在这个体制正在从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要记住，我是个专业的，专业，什么叫专业？专业就是有追求，有底线。希望你能够找到金海这份工作，准备投票，5、4、3、2、1，开始。祝贺你，你成功了。美好的音乐为你送行。这位脸上始终挂着微笑的青涩大男孩，用他高难度的表演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欢呼，也为他的人生迎来了新的转折。加油。有请下一位追梦人上场。我是丁仁松，今年20岁，来自新加坡。因为我身材胖胖的，讲话的声音又特别细，所以小时候总是被同学欺负嘲笑，但我找到了能保护自己的盔甲，它让我不再害怕，充满自信。今天我带着盔甲来到梦想秀的舞台，希望它给我力量。郭老师好。大家好。你好。好稳重的一位兄弟啊。请问来自于哪里？新加坡。新加坡。谢谢谢谢。那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我现在没有什么职业，我是在等当兵。是有2年的军旅生涯等着你。对对。这2年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兵里面有一个文工团，所以希望是可以参加这个文工团。你想做文，就做那个文艺兵。对对对。肯定是为我们唱歌吧。对，是的。很期待，开始。回家，回
谢谢大家。好好听哦，文松。这首歌我有就是在比赛唱过，然后就得奖。对对。多少人参加？就是全国的一种比赛吧，就蛮多人参加。全国性。对。最后就你榜首是？是冠军。是冠军，对。从小喜欢唱歌吗？其实我是14岁开始才喜欢上唱歌。为什么？在小学的时候可能就被很多朋友欺负吧，就因为自己的样貌、自己的体型关系，所以其实当时就没有那么自信吧。也就是说，你14岁，通过歌曲、音乐找到了自信。对。这个看上去胖胖的、有些腼腆的大男孩，从小因为身材原因，经常受到同伴的欺负，这也一度让他很自卑。因为爸爸是音乐老师，受到熏陶的他在14岁那年学校组织的音乐比赛中拿了冠军。凭借一副好嗓音，这个年轻人找到了自信。现在的他多次在新加坡、日本、台湾等地的音乐比赛中拿下冠军，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小胖子不一定不健康，所以我觉得也许你的体型会成为你未来在舞台上的优势，你给大家的感觉会很好，你是一个有演员的人。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我的梦想是能和台湾歌手林玉群在来临的梦想盛典上合唱一首歌。上过我们中国好声音的哦。哎，这个好可爱。你是因为他的歌声你喜欢他，还是因为他的体型？我觉得他的人生道路真的是蛮有趣吧，就跟我一样嘛，就是再平凡不过的一个人吧。可是就是有一天，就是他上就是这个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的一个节目，然后他从那个节目起，他就不断的挑战自己，就参加了很多歌唱比赛。所以我觉得身为一名歌手，不代表说得到了这个歌手的这个名义，我就不用继续挑战自己，因为我觉得活到了学到了，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欣赏他的这个心态吧。如果通电话，你第一句想对他说什么？我很崇拜你，希望你继续加油。你觉得他会怎么回答呢？可能他会蛮惊讶吧，就觉得你是谁啊？我试试看他是怎么样的，好吗？好啊，好啊，好兴奋。你会昏过去吧？兴奋的不会啊？不会不会。OK， 不接过来。你自己说啊。喂，你好，林玉泉，我是丁文松。啊，文松，你好。喂，你好，林玉泉，我是丁文松。啊，文松，你好。玉泉，你好，我是梦想大使周立波。啊，波波老师，你好。玉泉你好，我是看着你的照片和你在通话。谢谢玉泉。文松他有一个梦想是和你有关的，来，请你大胆的向玉泉说出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和你在来临的梦想的盛典上和你的合唱一首歌。真的吗？真的真的。如果我有办法，我很愿意去协助这样子。我不知道开口怎么了，其实真的很开心。好的好的，也许你也很忙，希望你能够录出更好的专辑，让我们欣赏你的音乐，好吗？好，谢谢波波老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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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松拜拜，加油加油加油，期待跟你同台。实现了你一个小梦想，在我们300位梦想观察到的集体关注下面，你和你心中的偶像通上了电话，真的蛮意外的。为你真正的梦想和玉泉同台，我们进行梦想表决，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希望如此吧，谢谢。准备投票，5、4、3、2、1，开始。
谢谢我们中国人带来的精彩美好的音乐，为你送行。谢谢。最快乐的事不过是为了梦想而努力，快乐的小胖用美妙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了一颗对音乐炙热的心，期待你和林雨群在梦想盛典上共放异彩。有请下一位追梦人上场。大家好，我是小狐狸小萝莉叔。我是跳跳虎何倩敏。我是史迪奇沈杰。我是大熊猫董冲。我是小恐龙谭远平。我是小鸡姚金。我们来自广州，平时呢我们还会穿着这种色彩斑斓的衣服来参加小丑活动，希望我们能够圆梦成功，加油加油。都在同一个园里面吗？对对对，同一个单位。哦，对，同一个单位。对不起，我把它真的以为动物园。我们是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医务人员。啊、哦！你们是医生还是护士还是医还是？嗯，大家好，我是一名手术室护士。手术室的护士。哦、对，波波老师好，大家好，哎、我叫罗丽舒，是来自产房的一名助产士，就是传说中的接生婆。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份工作非常高尚啊，积德的，我是非常神圣。你每天看到新生命的降临。哎，大家好，波波老师好，我是一名病理科的医生，病理分析的对吧？对对。OK， 哇。我是一个儿科医生。儿科医生，我的专业方向的话呢是重症监护。那你对那些孩子父母而言，你就是上帝啊！尽量努力吧。我是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的一名护士。重症监护室，哇，责任重大。大家好，我叫董冲，是来自设备科的一名员工。我平常最主要的职责就是维护和保养，像我们这个接生婆工作的过程中，像 CT 啊，大家常见到的 B 超、啊、这些机器的安全。在我们过去概念当中，医生都是很严肃的，但是我们看现在医生多么的可爱。你们带来的才艺，是想传达一种状态，你们很快乐。这群来自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医生护士们，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时间，带上自己精心准备的卡通服装和道具，去到病房和孩子们嬉笑玩耍，让他们忘却对病魔的恐惧。看到孩子们的眼神从无望空洞到发光发热，再到对疾病的积极面对，他们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而大家欢乐的表演也得到了许多患者及家长的喜爱，成为医院亮丽的风景线。在两年前，我们医院就安排我去那个意大利，去那里交流学习、啊、去欧洲，去欧洲去交流。去欧洲那边呢，我们就看到国外的很多的医院普遍都存在这种机构、哎、他们就是一种小丑医生，这是个国际的一个志愿者行为。那当时我们看了又很震惊啊，因为在我们国内的话呢，好像以前都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医院领导也支持，我们就模仿他们那种行为，然后去展开我们的活动。现在我们这个行业有负面的这种信息存在，但是绝大多数的医护人员，我敢很肯定的说，大家都是用一份心去为大家服务。因为我们的这种职业其实是非常疲劳，很辛苦的。如果我们不是用一份心去这么执着去做的话，那我们早就放弃了。希望大家
多点理解我们，谢谢。其实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以另外一种形象表现出我们另外的一面，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也有很开心很快乐，也能够也愿意把我们的快乐与开心带给大家。非常好，我们能够也愿意，非常非常好。我当然理解，你说医生，医生该快乐只可以快乐，你该严肃你不严肃，这医生说我们的孩子是什么病啊，你才能这不叫死人的，这个都对。波波老师，我们也相信一句话，欢乐是最能抚慰人心的处方。嗯，是在我面前的六位，既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能够为人带来快乐和分担痛苦的，我对你们深深一鞠躬，非常感谢你们。从某种意义而言，似乎颠覆了我们对医生的那种正襟危坐啊，那个比较严肃。全称是什么？广州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是省级三甲医院。 对, 对, 对。何总是不是在那边出生的呢？我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出生。为什么不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那时候还应该没有吧。就我们医院的前身是在广东省人民医院里面的。不，一下子把我年龄暴露了。今天你们来到这里，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因为原来我们呢是在门诊啊还有急诊这些地方进行，后面我们觉得病房里面的小朋友可能会更加需要啊，尤其像 ICU 里面的小孩，他们在住院，整个在病房里面要待很长时间。那我们在开展活动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存在了一些困难。比方说？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表演技巧。表演技巧？对，因为我们平时都是相对比较严肃，而且表演并不是很擅长，但我们又很想去做，就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我们呢想要有一些这些培训。同时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些服装啊道具啊这些，所以如果说有更多的这些志愿者加入我们的话呢，我们相信我们会给我们的患者更好的一个就医环境。你们在这里希望能够得到中国梦想，只是能够有合适你们的道具，能够让我们提供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奇装异服。对，还有给我们辅导一些表演技巧方面的一些辅导。我想这个节目蛮有趣，而且我想你们是这么阳光的，这个白衣天使上来，这我现在还反应不过来，这是医生吗？这是医生吗？他们为孩子放下了身段，很棒。一个是我相信企业能够去帮助到你，活泉企业，我们的员工一起组织，我带头，然后呢，然后去到那边再送一些化妆品，那些小宝贝们的妈妈，让他们也开心点，妇幼嘛。谢谢谢谢。你们想要道具服，不因为可以帮到你们，甚至可以说你们愿意要什么样的形象，我们都可以帮到你们。我们可以帮到你20套，好吗？哇！然后贝因美再赠送300个毛绒玩具作为你们的对小孩子的奖励。这个玩具300个。对对对，20套的道具服。然后那咱们在广州分公司有那个我们的亲子老师帮着你们一起来做，看看能不能一起一个游戏更完善。是这样，因为我的手里正好有几套这个玩偶的服装，然后而且是就是非常酷的变形金刚的服装。我有照片，要不要看一下？好的，我们看看。这个太酷了。哇，你这，我跟你讲，小孩子只要看到这个变形金刚就他们就疯了。对对对，然后我手里大概是最少是有2-3套，然后呢我是刚刚做完活动用留下来的，然后呢如果他们不嫌弃我们用过一次的话，那我马上给他们发过去，可以玩偶我希望能够送300个。我想能不能在这里代表魔术师张翰，模仿达人巴金，机械舞王王迪，还有气球小燕子来给你们做老师。非常好，谢谢。所有费用由金海他们，因为都在全国各地巡演，由金海按负责他们到医院本部的，所以费用都由他们。非常好，可以，同意。非常感谢金海徐总。首先我觉得这种行为特别有意义，然后其实对我们来说，我希望我们广州分公司同事去参加你们这个活动，能够提供一些幼儿的一些影音资料。能不能具象一点？
10000元的影音资料吧。谢谢谢谢。因为他们提供了服装嘛，然后米奥头是做食品的，愿意就是提供20000元的那个产品作为就是小朋友的零食，他们在做活动的时候这样可以用。他们的零食很好吃。你们那边每个月多少新生儿来到这里？大概是1000多个。一个月1000多个？是的。一个月是1000个人，但他玩偶只有600个。啊，我想了一下，我还是把这400个把它加上。OK， 是不是能够再为他们那边建立一个水库啊？对，希望能够赞助2000箱，东门特饮。2000箱哦。对，给到他们。哇。请向前一步。让梦想照亮现实。祝你们好运，祝你们梦想成真，准备投票，5、4、3、2、1，开始。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可爱可敬的医生们，美好的音乐为你们送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可爱的白衣天使们，你们不但用高超的医术治愈了成千上万的病人，更用爱心与耐心为孩子们带去了无数的欢乐。让我们再一次向你们致敬。非常谢谢大家，小丑医生继续加油。有请下一位追梦人上场。大家好，我叫吴永吴，我叫韩冠华，我叫李磊，我叫苏昂。我们参演过的电影有像新警察故事、宝贝计划、天降雄狮、喜悦生肖等等。我们合作过的演员有像成龙大哥、洪金宝大哥、李连杰、曾启丹。今天呢，我们就把动作电影里边的一些片段真实的展现给大家。四位帅哥，你们好。波波老师好。波波，大家好。大家好。疼不疼啊？不疼不疼。那再摔一个好吧。我们其实是做武行很多年了。哎。现在呢，我们两个呢，主要是做武术指导、动作指导，拍电影的。他们两个呢，相比之下年轻一点。哎。是刚入行。哎，我比较好奇是四位都是武行有功夫的，是哪一种流派？其实我们这些动作的主要以时装片、时装打斗为主，就是现代这个时代的打斗为主。时装打斗知道吧？时装打斗就时装。波波老师，你不会以前也是武行吧？你还真没说错，真的。就
我所会的东西仅受你想象力的限制，信不信？哦，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裤子你小，你看我们这个准备动作都不需要做的。我们这里也有个武行，这个小鼓，刚才的表演你觉得怎么样？我特别了解说武行是非常危险的这样一个职业，他们才是大屏幕上英雄。而且我觉得武行出了好多大明星啊，成龙以前也是武行出来的嘛，还有叶问那个甄子丹也是啊，所以武行会变大明星。而且刚才你们的功夫底子非常棒，是属于哪一个团队的？我们现在目前是跟着成龙成家班，属于成家班。Amazing！ 你们跟大哥多长时间了？我是2001年、2002年开始跟着大哥。我是2006年。他们两个相比较晚点拍过最近的两部戏。其实老师，我们今天带了我们之前拍电影的视频啊，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哦，是吧？好。龙虎舞狮起源于香港动作电影，是电影行业中负责武打和特技动作演员的专称。从60年代初至今，诞生了无数个影视传奇，其中又以成家班、洪家班以及袁家班最为震惊海内外。而成家班这个代表成龙搏命以及创造成龙神话的班底，在香港功夫电影的进程中，一直以最为瞩目的方式完成着传统武行向现代特技的转变。他们勇猛果敢，无所不能，有他们出现便预示着惊心动魄，精彩纷呈。刚刚最后一个镜头就是我拿着这个火箭筒，砰，后面烟火是砰。对，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见，其实发生了意外。那个时候原本是就是按一个按钮就喷一点烟后面， yeah. 因为它是火箭炮嘛。对。然后突然之间后面那个爆炸了，整个炸开了。当时的时候我整个耳朵都听不见声音了，爆掉了。对，整个好危险的，我说这爆头啊。整个都是爆掉了，然后我后面那些整个塑料打进去我身体里面，还有耳朵变成猪耳朵。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停。你看发型变了。对，整个炸飞了。本来讲，砰！我感觉整个头都黑掉了。然后我就在想顶住，因为还没够 cut 了嘛。如果我马上反应就要重来一条嘛。那都是血，全对，这些流血了，对啊。当时还不知道肯定。没办法，就是因为我们当龙虎武师那个精神就是在这里，因为你们平常观众是看不见那些意外。你看电影里面所有动作都是很漂亮，但是幕后那些你们是看不见。还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赞美一个人的时候，想象清楚，他给我们看到的美是不是旁边有人是在帮他。是吗？这点小谷你觉得呢？2011年我有一部叫《咏春小龙》里面的，然后所有动作也是我来做的。做替身真的很危险，就像他刚才那个，你万一一下，他也许不一定会出现什么状况。武行不容易。我们能跟着成龙大哥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一直到进入成家班，因为成龙大哥这些东西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拼出来的，打出来的。当时没有威亚，当时没有什么，都硬来的，都是直接来的。香港的老一辈的武打明星真的是，这非常用命来拼的，对不对？当时大哥在不是从什么醉拳啊，什么都全部是硬碰硬的呀，他连手护什么威亚什么都没有，就算么硬算么就摔下去。你们应该也是看着成龙电影慢慢长大的。我们基本上从小真的记事的开始都看着成龙大哥的电影长大的，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学校的时候，十几岁的梦想就是能做一名动作演员或者是武行龙虎武师。 OK， 大哥给你最深刻的教诲是什么？也可以用他的一句座右铭来：体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来谈谈你们的梦想。梦想是什么？希望能招募一些更年轻有为、愿意拍动作电影、对动作电影感兴趣的年轻人，把这种精神继承下去。
我们有两位前辈，可不可以请他们也讲一下我们关于我们这样的？有老前辈陪你们来，大陆的还是香港的？香港的。有名的还是没名的？有名的。哦，会不会大哥真的来了？等我。大家好，你好，你好，徐老师，你好。专程从香港赶来的徐小明先生，出生于粤剧世家，五岁便开始出演电影。因为对武术有着浓厚兴趣，所以到武行当过武师，做过武术导演，曾获得过中美电影节电视剧最佳导演奖、亚洲电影大奖。八十年代，他的代表作《霍元甲》《陈真》《霍东阁》等电视剧一度风靡全亚洲，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伯伯大哥你好，你好，伯伯老师你好，哎呦，大哥，回你，哎呦，我们真的是看着你定的好啊，这是你的歌，哎呦，谢，你唱太棒了，唱太棒了，水八你，这全部是徐小明老师的作品，来掌声给他，我们的华人武行的老前辈，从小看着的电影长大。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其实现在我感觉功夫这个含义，现在根据年代不同的，已经有不断的那个变化了。老外就是像那个 Chinese， 他认为中国人你就会功夫，所以好多没有学过武术、没有学过功夫的中国人，只要有老外跟他一谈话，他摆一个架势出来，啊，他们就哎，过中国人他跑了。最重要还是我们精神跟志气，所以我们学功夫的话，也要表示了我们的那种硬朗，我们要往前这种精神也是非常重要。所谓说的龙虎精神，其实是源自于功夫，但是我想它的解读应该比功夫更高，它是一种境界。那其实我这次过来呢，我非常高兴啊，因为有一帮年轻人等于是接班人了，我的老搭档他也是我的助手。郭老师你好啊。那么吴杰强先生呢，他现在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制片人了啊，制片人。那么当时呢，他带了两个他的儿子在片场跟我一块，我见了以后那个人才几岁，那么这一位现在就成为我们那个武行里边的其中一个接班人，就是 Alan， 就是刚刚就访问了，哎，对了，是他的儿子。啊，我这次过来呢，第一是为了、那个、哇，这个产品很成功啊，儿子比他帅啊，上来就能说他帅，这是帅过头来。那个小时候一声不吭，怎么很温柔、很内向的，突然之间他有一个劲雄的心理，一个精神，我值得过来撑场，所以我这次过来呢，就为他们打戏的啊。武士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行业，但真的，您公子这个形象，就当武士呢，稍微废料了一点。希望他从龙虎武师一直到武术指导，再奔上导演的路去走吧。就还是让你从最脏、最累、最苦、最不要命的开始干起。你爸爸对你用心良苦，就你爸爸这样的成就，包括像有这样的朋友，应该你生活无忧、衣食无忧，再让你去做这种兵啊帮啊，你会恨他们吗？不会，因为我自己喜欢动作电影，所以我追求我自己的梦想去走。徐老师，我这样，我多一点事啊。这位小谷明年会有个电影，但我呢蛮看好他，你应该上台稍微弄两下，好吧？弄两下，让我们老前辈看看，这孩子有奔头哎，好吧？对。那我感觉这样子吧，叫这位古先生，他小古吧，他可以先唠一首，先打个套路，对了，套一段的，然后呢，你叫 Alan 跟他几个哥们套一段几十招给他打打，对了，对了，上来就知道了，有问题吧？就这个都是内行，不能这样吧？这个只有我们内行知道。好的，来，小古很大方。好，接下来由小古为大家表演一个个人套路。谢谢小谷。艾伦，你套芭蕉给武行跟那个老师
套一下吧。招啊，波波大哥，因为武术呢，打套路来讲的话，对电影来讲的话，应用的范围不多的，只是身手自己来锻炼。所以我就艾伦啊，你套一些比较现代一点的。啊，有一些他打，有一些他自己反应的，你可以示范给他，三百六摔地啊、磕子啊、啊棒子啊等，那么给他试试看，好吧？好，哇，大家看，这就是武士们在电影拍摄现场啊，就是这样工作的。哎，一般英雄都是打不死的。广播体操，哎，一二三四五六七走，哎好。艾伦的招式很漂亮，非常漂亮，嗯哦吼。二三四五，这个很棒很棒，一个帅一个会，来给点音乐，给点抢银行的音乐，来抢银行的，你是银行保安，他是抢银行的，走慢动作走慢点，我开始画完音 OS 全部我来了，预备准备开始。银行没有，只有个傻保安，正好是我抢银行的人，嘿嘿，把钱交出来，让开。哎，不认识我吗？我叫小虎。好，哎呀，今天就是你的忌日。非常好，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我觉得那这天衣无缝哦。我们当然虽然不是很非常尽善尽美，可是现在这个水准啊，已经很不错的了。然后我觉得艾伦啊，一个是帅，第二我看出这个孩子很善良。嗯，这孩子你就讲一出手一出脚，我就知道他是一个送招的人，他不是出招，他是在送招。就我们说的叫要会未招。对吧？没错没错。如果是一个不善良的人，他说：“正好说我就是没跟上吧。”那十个班都可以。我们谢谢小谷为我们带来的现场的技术反应，非常感谢。我们请两位前辈到台上来可以吗？哦，好好，谢谢。我们要用徐小明老师的作品《霍元甲》把徐老师引出来，电子作品，钢琴伴奏，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硕士毕业生沈浩先生。霍元甲主题歌，一遍，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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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水百年。请小明老师上场。你好，波波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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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小时候的明星，我们现在还能握手。哎，前辈，前辈，前辈，刚刚你跟波波老师带起了这个气氛，我出来都感动了。还有，谢谢各位年轻朋友，大家好。谢谢。我想刚才那个激励人心的音乐出来，就会知道这首歌曾经激励了中国人多长时间，让他们有武术梦，有强国梦。这种都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很像中国人，又和功夫息息相关，这才是最棒的。好，我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好，请向前一步，让梦想照亮现实。他们刚才梦想是希望为香港及大陆的打星去寻找声援，希望他们能以龙虎精神的名义加入。如果超过240秒，这里所有的梦想观察团等和他们有关的通道为陈家班亮起。谢谢。五四三二一，开始。他和一个行业有关系，那就是中国功夫。谢谢你们。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美好的音乐，为你们送行。成家班的龙虎武师们，感谢你们精彩的表演。
你们的一招一式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武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接下来登上舞台的是一群穿着旗袍优雅的女孩，她们会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梦想呢？你们是纺织女工？嗯，是。你们是业余的时间是纺织女工，专业的时间是舞蹈，还是你们的专业是纺织女工？这是舞蹈界的悲哀。你们把我弄糊涂了。其实你们整个舞蹈起份的时候，感觉和音乐的感觉，包括整个舞姿，非常有专业的份儿。谢谢波波老师。但是我是怎么看出来你们不是专业的呢？因为如果真正专业团体出来，特别是集体舞的话，它不会让身高那么的参差不齐。你们不但有身高上的参差不齐，你们还有粗细上的参差不齐。但是真的，你们如果是我挑几个出来，你们就这样摆 pose 的话，连我们国伦老师也会看走眼。你觉得哪一个最有专业份？刚才有披那个斗篷那一个人是你对不对？我对他印象深刻。这是一个充满上海，都老上海蓝调情怀的一个。如果爱，如果爱，如果爱。哦，这边跳的最好的人是哪位？你们觉得跳的最好的谁？是谁？出来。我。就他。好厉害哟！就他。你好厉害。你是他们的领舞还是他们的舞蹈老师？领舞。领舞。那么你的舞蹈是谁教的？我们自己的舞蹈老师。自己的？是我们公司请的舞蹈老师。你们是什么公司？纺织服装厂。他们是德清安泰时装有限公司的纺织女工，大多出生于农村，他们穿上工装就是制版缝纫的一线女工。下班后的舞蹈课是这群姑娘们最快乐的时候，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舞动，她们忘却了工作的劳累。今天你们就你们这些人，还有其他谁啊？还有我们老板跟我们一起来了。哇。
好帅哦。周老师您好。哎，不敢当不敢当，你向远古走过来的。这个，老板好帅哦。老板应该是单身吧？不，我是已婚人士。你太太放心，你打扮得这么帅的。你打扮得这么帅，你想干什么你？为了给这些孩子们撑门面。撑门面？你一个人撑这么多，你累不累？老板打扮得像白马王子。老板我见多了，那有钱的、有品位的老板也多，但是有文化情怀的老板，我想你老板算一个。请问贵姓？我姓钱。方便报一报您的年龄吗？我51岁。哇，厂里面有多少员工？我们现在厂的话，整个集团来说有6000多员工。6000多员工啊？哦，不得了。老板，6000个员工都穿成这样吗？我觉得是说，像我们这个集体的员工，我希望他们多才多艺，能够有一个自信的生活，啊，这些孩子们跟着我那么多年了，啊，我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很好的工作条件，让他们能够充分的发挥他们自己的才智。其实我想你应该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因为这些孩子应该和你的孩子年龄差不多。对。你有那么多孩子，孩子们的梦想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孩子嘛。他们都来自全国各地，那么来自一般都是从来自于农村，而且从小来说他们也没受到过很好的这些美学方面的、艺术方面的这些培训啊。那么作为我们公司来说，我们有这些条件给他们提供了这些方方面面的培训。这些年来，我们开展这些活动，相当部分的孩子他们从什么都不懂，到现在呢，承蒙这个周先生您刚才的夸奖，他们已经有相当的专业水平了。这真是，我不是捧他们。那么在这一代呢，今天呢，我想呢，我要满足他们第一个愿望，就是让他们的亲人来见证他们的成长。所以今天呢，我特意的从全国各地把他们的这个父母亲、他们的家人请来，见证他们在这个我们中国的顶级舞台上的表演。现在请，我想请他们的家长来出面。你们知道吗？你们有家属？啊，不，他们不知道啊。知道。老板想给你们个 surprise。太好了，好了，家属起立，家属起立。啊，你们没看到？大声好！我们来了多少家长？今天到场是16位，都是由你们企业出资让他们过来。对。那么我是很希望他们用的他们自己的双眼看到他们的孩子真实的表演，让他们也有一份骄傲。谢谢钱先生非常清晰的表述。各位好。自我介绍一下，你是哪一位孩子的？我是那个王佩的父亲。就是佩在哪里？哎呦，这里面最高的姑娘啊，来自于哪里？来自珠海。珠海，刚才是什么感觉？非常感动，老板的培养，女儿的舞姿，都感到欣慰。谢谢。你们有没有上过台？有上过台的举手。好。走过路过不错过，来往这边上，全部上去。哎，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哇，他们都相拥而泣了，你看。钱先生上场。你祖籍是哪里啊，钱先生？我的祖籍是杭州。企业主老板对员工这样是应该的，但是
不是每个员工都能碰到像钱先生这样的老板，对吗？对。那么我们要学会什么？感恩。感恩，孩子们，如果你们真的理解感恩这两个很简单的字的含义的话，我相信你们再艰难都会觉得幸福的。我想替你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刚才看到全部是春风得意的，阳光明媚的，想问一个不希望它发生但是可能发生的一个假设，我希望你是内心的潜意识里面的刹那间的回答，好吗？哪一天你们的企业发不出工资了，外面被供货商围住，你们会抛弃他还是做他的卫队？我们不会抛弃他。为什么？真的就像波波老师你这样问我，让我有点伤感。好了，我相信你的回答是真的，因为没有眼泪的回答也许是套话。我问你，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相信很纠结。第一，你不相信你们的老板会碰到这种情况，对吧？第二，一碰到你就天哪，他怎么会碰到这种情况，所以你眼泪潸然而下。很好，我看到你们感恩之心。我感觉老板这些姑娘们她们都流着眼泪会跟你站在一起，不管公司未来到哪。而且我相信这就是我看到的。我希望她们永远脸上流露的是笑容而不是眼泪。其实我在他们身上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年轻的时候，我身后的这些孩子在我跟他们共事的时候，除了我给他们的，他们更多的是给我的。我也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正能量。比如说在我身后有两位这个小孩子的父母亲都没来啊，有位小曹，还有另外一位小熊，对吧？是吧？所以刚才我看到他的别人的母亲父母亲来的时候，他在台上流眼泪，我觉得我自己的心里也在流眼泪。非常感谢流畅的表述。谢谢。我还是从流畅中看到您的真诚。在钱先生企业做的时间最长的请举一下手，哪个时间最多少时间？六年多。因为纺织型企业它是人员流动性很大的，能够六年。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也是第二个愿望，我们搞了这么多年了以后，就像您说的，他们初步的到了一定的这种准专业水平吧，非常好。我也希望他们能更高的上一层，所以呢这一次来呢，我们有个迫切的愿望，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招一个就专门知识的这个舞台这个导演。是什么样的导演？就是能够统筹节目的。那么原先这些事情都是我在操办的，那么我在这方面没有专业知识，所以说就屈了他们的才了，对不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舞台能够招聘到一个招聘的意思是到招聘我们去上班吗？对，上我们公司来上班。那能不能兼职呢？不影响我们的工作的话，他可以。就他必须以我们为主。波波老师好特别，就是一个纺织工厂需要找一个专业的导演去上班，这个我觉得非常特别。有六千人。其实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很多从农村来的本来是到了都市工作是为了生存，可是你们遇到一个好的企业好老板，你们变成开始有了生活，所以你们就越来越璀璨，越来越有自信，然后越亮眼。我觉得真的为你们所做的非常的感动，谢谢你们，真的很棒。谢谢王老师。千言万语并成一句，你希望孩子们幸福，千言万语并成一句，孩子们希望你强大。其实今天钱先生来到这里，不但是让姑娘们来当了一回明星，上了一个绚丽的舞台，也完成一个梦想。其实我觉得钱先生带你们来是一种企业的文化态度，是他个人的一种文化情怀。谢谢，为你们的梦想祝福。准备投票，5 4 3 2 1，开始。
谢谢。你们真幸福，有个好老板，有这么多好姐妹，在你们节目播出就会不断的上字幕，告诉你们的招聘信息，好吗？好，谢谢。好，美好的音乐为你们送行。谢谢。谢谢。谢谢。一个人的能力越大，他所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儒雅的钱先生，从您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您对浙商传统的秉持和作为企业家的担当。我们相信这些感恩的姑娘们会有一个更加灿烂的明天。很高兴能参加这一次中国梦想秀的录制，也非常感谢波波老师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希望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好。最后我们想说，我们热爱生活。有请下一位追梦人上场。哇，好美哦。好看，哎，这些小东西哪里来的？好可爱哦！这个小道具哪里弄的来？哎呦，好酷哦！哪位是追梦人，请举手。波波老师，我是。啊，你好，你好，请问美女尊姓大名？我是来自北京的周琪琪。我们本家。哎，对啊，都姓周。请问旁边也是你的筑梦人吗？对，这也是我朋友，都是朋友。他们的衣服都是我之前给我自己的娃娃设计做的，然后现在就是把它们放大了，然后重新做成、这个就是那个按这个衣服做的。哦，真漂亮，真漂亮，好漂亮哦。对呀、啊、妹妹长得漂亮。好漂亮，好漂亮，哎，真像，哎，好可爱哦，特别可爱，好可爱哦。这个纯真的女孩叫周琪琪，她是一名手游美术设计师，从2006年开始收藏 BJD、 小布、沙龙等各式精品娃娃，目前家中已收藏了50多个娃娃。源于这份对娃娃的喜爱，琪琪会经常亲手为娃娃设计妆容和发型。目前她已经设计完成了70多套娃娃的装扮，因为她精巧的手艺，在布偶圈小有名气，经常有人慕名而来找他设计娃娃装束。这个娃娃叫什么名字？它有特殊的名字吗？刚才那个娃娃是简称叫 B 勾 D， 全称是球形关节人偶。波波老师给你演示一下，这个小布可以换眼睛的哦。对，变了，还可以变，它可以变4对眼睛。哦，如果人能这样多。这个娃娃贵不贵？这种娃娃稍微便宜一些，大概是1000多。这还不是最贵的娃娃。对。那最贵要多少钱？
结果呢就仅受你想象力的限制了。他要是那像那这个呢、啊、这个像、哦、这个就是我家里大部分的娃娃了。哇、哎、这个你不能说贵，哎，当做最值钱的娃娃是哪一个？最就是中间穿白裙子的那个比较贵了。啊，他多少？一万元左右吧。哦，比我都值钱。波波老师这样，我觉得我们两个大男生怎么会懂？问一下这些女生，你们看过这娃娃吗？你们会喜欢这些娃娃吗？喜欢吗？你们现在还，如果一个娃娃跟我，你们喜欢哪一个？娃娃。毫不犹豫就是娃娃。如果一个黄老师和一个我，你们会喜欢什么？哎呀，误入歧途的孩子实在太多啊！好，我们继续。波老师，我喜欢你。这，好了嘛，不要多说，低调低调。我知道了，我知道。来，你一会儿梦想告诉我。我等一会儿，这个后面好像是被歪曲了的我嘛。波老师，我喜欢你。这，好了嘛，不要多说，低调低调。我知道了，我知道。来，你一会儿梦想告诉我。我等一会儿。这个后面好像是被歪曲了的我嘛。这好可爱哦，这个老师，这是我过来之前，然后就是赶着手工缝制的。你曾经把我叫仓促来，好扁，就是照您的照片做的，你本人比他帅多了。破小波波，我没想到我的头是方的。当然，它有传承的地方，我眉毛确实是高低的，但是他把我的眼弄得像鸡眼一样的，这个，抱我一下，抱，你希望你善待他，波波，乖哦，乖哦，这不要吵，不要吵，好吧，你要负责任，什么叫担当，知道吗？我把我托付给你，你要保护好我，好抱好，开始喂奶。我愿意为你，哦，我愿意为你，我愿意。好了，好，你的梦想是什么？嗯，我的梦想是开一间娃娃医院。啊？哎，娃娃医院，是给真娃娃，还是就是？就是这些玩偶。玩具。这些玩偶。很有意义。今天还有其他谁啊？男朋友了。哎，你好。你男朋友这么大只的？哎，吴老师好。哎，帅哥你好。哎，你喜欢你女朋友什么？可爱。我喜欢可爱，然后有才，手工非常细致，她的手工。那你呢？我就是一般的小职员吧。一般的小到什么地步？我不去办公室都没人知道。啊，那么我也是那个，你看台上摆的那些娃娃，有一些风格很不一样的，那是我的收藏，我们两个都是。哦，你们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对。你们准备结婚吗？准备。哇。哎，你男朋友什么绰号？绰号叫什么？胖子啊？小胖。一样。有请小胖入场。开心的，对对对。女朋友的梦想你清楚吧？我清楚。那么你为她的梦想做了些什么？咨询了一些这个娃娃医院所要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怎么去办。就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娃娃医院，没有，对吧？波波老师，关于娃娃医院，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些资料，然后是在澳洲有一间开了100多年的娃娃医院，然后这间医院就是会有那些人把自己旧了的、破损了的娃娃带过去，然后就他们就给他修补啊，然后不同材质的都有不同的手段。就修补娃娃等于在修补自己的记忆。对，然后就把他们童年的记忆啊，等于又重新帮他们修补了一遍。这件事很有意义，我觉得。是的。女孩子如果正好路过娃娃商店，说修补各年代的娃娃，你们会去吧？会去吗？这些女孩子会通过修补娃娃身上的伤疤，
对吧，来弥补自己心灵的损伤。也许一个玩具啊，承载着我们童年所有的美好回忆，也许它已经破旧不堪，但是当我们无意间拿起来抖掉灰尘，如烟往事即刻浮现在眼前。现在那么碰到什么困难呢？这些娃娃要修复的话嘛，就是不同材质要有不同的技术，我希望有一个就像类似于人形师啊什么，就是专门来做这些娃娃的人，或者是那个就是地方嘛，然后可以去学习一下，就是不同材质的修补啊，像很多陶瓷啊塑料啊，时间久了就会老化嘛，然后像这些的修复，我需要找一些地方来学习。然后我还希望可以有更多有这方面想法的朋友，然后能和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OK， 哎，我来问一下，因为我老婆乃馨她非常喜欢一种娃娃叫 Precious Moment， 叫水滴娃娃，她每一个都是陶瓷的，那非常漂亮，但有时候会断掉。对，如果有这样的医院，哇，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福音呢，棒。稍等，这个活泉的，如果他能去实现做这个事情，他说的如果就是如果你能去实现这个事情，就是能实现这个事情，活泉给一个合约给你，跟你一起合作，我希望到时候能够对你的娃娃一样的启动会有帮助。谢谢何总。小叶，银朗文化。我有很多朋友都在玩这种娃娃的，其中我有几个朋友呢，他们是就是学雕塑出身的，他们自己会修自己的娃娃。我觉得如果他是想要和朋友们交流怎么去修复娃娃的话，这些朋友就是你可以提供他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对对对，好，谢谢。准备投票，如果超过240票，至少你有两个知音会和你一起走。同时也祝你们的爱情也能够像娃娃那样的美丽。谢谢老师。准备投票，5、4、3、2、1，开始。希望你的事业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也希望你带着美好走向你的未来。祝贺你，你成功了。美好的音乐为你送行。一个个精美可爱的洋娃娃承载了这个女孩不一样的情感，精美手艺背后是一颗孩子般童真的心。愿你的娃娃医院尽快开业，让更多可爱的洋娃娃能够在你手中重获新生。有请下一组追梦人上场。两位朋友，晚上好。波波老师好。你好，我在你12点钟方向。你好，这位兄弟怎么称呼？波波老师好。我的名字叫夏英峰，他叫严雪峰，我们是山峰组合。哦，好，很阳光，很壮丽。那么上来肯定是为我们表演一首什么歌曲，对吧？表演一首我们的原创歌曲。哦，原创。对，叫《男人》。先来你们的原创歌曲《男人》。现在好吗？是否已经感到有些累了？多少次的犹豫，多少次的挣扎，感到厌倦了吗？累的时候说一声吧，偶尔听听朋友安慰一下。多少年的不顺利，多少年的悲和喜，让它随风去吧。
告诉我你现在好吗？谢谢，谢谢。先强在内行表达之前，我先表达，从外行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棒的歌，因为有两个很棒的男人在唱。谢谢，谢谢，谢谢老师。黄老师，请对音乐进行评论。非常震撼人心，好震撼，而且我觉得你们唱歌好爷们。谢谢老师，谢谢谢谢。粗犷有摇滚范，非常好，非常好。他们一个坐着轮椅，对，一个戴着墨镜，难道是特殊人士？但是你们的歌声，你们的音乐一点不令人同情，而是能够激励我们。我觉得你们想做到的你们做到了。是这样，他是我的动力，他是我的眼睛。对，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正好是一个超能量的二合一，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健全人一样去走到社会。你们只有这一首原创，还是有很多首原创？当然很多首，因为我们两个人现在从事的职业，哎，都是音乐制作人，也写歌，哦，也编曲，也做唱片。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就是想从幕后走到台前做歌手。你们早应该走上来。严雪峰、夏英峰，他们都是音乐圈中小有名气的制作人。曾经参与了庞龙的《两只蝴蝶》《爱情果》《我的宿舍307》等专辑的编曲、监制工作。2011年，他们两人正式成立山峰组合，开始走向台前。两位都是蛮成功的幕后的音乐人，为什么要走出来变成组合？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自己也一直很喜欢唱歌，我们也应该出来唱歌。我们都曾经给很多的职业歌手，包括音乐剧、舞台剧都做过配乐，还有做过唱片制作人。就是我们刚才唱的这一首歌《男人》是我们合作的第一首歌，词曲是严雪峰，当时的编曲是我，那么歌曲的演唱者是曾经在国内创造过百万唱片销量的庞龙。就亲爱的你慢慢啊，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庞龙这张专辑，两只蝴蝶的专辑制作人就是我。哦，很厉害啊。其实一个成功的人想低调的话是很难的，正如当你们两个人开唱的时候，你们的才情也好，你们的锋芒也好，已然流露无遗。谢谢。我相信如果我们在中国梦想秀当中呢，能够得到波波老师、黄老师还有各位筑梦团成员、各位观众的支持，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成为超过喜马拉雅山的世界最高峰。我相信如果我们在中国梦想秀当中呢，能够得到波波老师、黄老师还有各位筑梦团成员、各位观众的支持，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成为超过喜马拉雅山的世界最高峰。高度不是问题，在那边空气，你要是不敢想，永远实现不了。我说高度不是问题，心有多高梦就可以有多高，太高高处不胜寒。你们刚才已经高度已经有了，低调是一种常用语，但是低调很难，特别是低调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更难。我没有暗示什么，其实我是想表达对你们才能的肯定，但我在这里我必须表达对你们表达方式的遗憾。啊，感谢波波老师的金石良言。你说今天说的话非常诚恳，而我们一定虚心接受，而且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改掉。我们将来的发展，您的这一句话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感谢波波老师，非常的感谢，真的。那么你们的梦想是？因为我看不见，他行动不方便。虽然给很多知名歌手，做过唱片、写过歌，但是人家不可能永远都用你，而且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那么我们的收入是极其不稳定的。就是希望改善家庭生活，然后为我们增加一些设备，
请上前一步，让梦想照亮现实。金涵，其实严老师我很两三年前我就认识他，因为你在我心目当中还是有一些地位的。如果你们愿意来我们金涵演出的话，我们愿意来帮你助推这个梦想，也愿意给你们这个演出机会。没有问题，不愿意，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准备投票，5、4、3、2、1，开始。山峰组合，你们在音乐上的造诣让我们敬佩，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尽情挥洒你们的才华，寻找到新的高峰。感谢蓝天下官网、新蓝网、微博、微信、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易信、百度贴吧、优酷、土豆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爱奇艺、PPTV、迅雷看看、风行网、天翼视讯、天涯社区、人人五六网、开心网、360搜索、360影视、天天动听、酷狗音乐、酷我音乐、三界门户、UC 浏览器、搜狗搜索等平台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